伊个呐，要做一个较较像。不同的主题区，那包括现在这个披萨窑的这个设计这个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希望小朋友能够从真正亲近这块土地，爱护土地，能够了解在地的一个食材，能够在地产出，就是他能够得到一个就是感恩回馈的心情。那我们未来在这个披萨窑完工之后，我们也会结合，就是说会将这些就是送给社区的独居老人做一个关怀感恩的一个回馈。那另外我们未来也会开放假日的游学，包括社区的部分我们都会来做结合。那在这个计划当然我们会结合到我们的课程，包括资讯或是国际教育，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都正在努力当中。